看到如此详细的数据，很是让人震惊。出道多年的 TFBOYS 没想到黑粉高居榜首，虽然出道之初一直被人诟病，圈粉无数，吐槽不断，但是如今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，音乐风格和演员的出演还是有所进步的。最近王俊凯主演的《天坑鹰猎》正在播出，演技可圈可点啊。香蜜沉沉烬如雪爆后，灯罗可谓是爆红，所谓人红是非多，每位爆红的演员都要有被黑出塌的准备，黑粉也是在增加我轮黑红的热度啊，只能这么想啊，哈哈。鞠老师的新剧《娶你浮生若梦》今天播出，估计又要面临新一轮黑粉的挑战，欢迎关注小编我，随时了解最新电视剧网剧电影动态明星八卦。